而 Mix 的歌曲皆以 Mix Pop 为特色，虽然优秀实力的女孩们受到粉丝的喜爱，但歌曲始终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。Mix 发布了圣诞歌曲，女孩们活泼的歌声让人能够感受到欢快的节庆氛围。层层堆叠的 Mix Pop 就像一场音乐剧，每次听都能够得到不同的体验。相信这首歌能够直接重播到圣诞节吧。超级期待 NMIX 站上联盟舞台，想更多人展现他们超强的魅力呢。